PC 啊，有五大必买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看到其中一样，就是鸟笼，很精致哎。这个鸟笼，因为他们说一般你买回去，你不会拿来真的观鸟啦，就可能拿来当灯罩啊，拿来当装饰品啊，蛮特别的。问一下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10 dinars。他说全部都用手工做的，不是10 dinars等于200块，其实不贵。不管，太贵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好了，这种小的，这种。How much this one? This one 7 dinars. 7. Oh, oh my god! 哎，差这么多哎，你看。Whoa. 差这。This and that difficult. This big. Understand? 少来。世界第一顶。看到了没有？这个就是突尼斯的海之门。经过这个门呢，把整个突尼斯一分为二，分为新城市区跟旧城市集。新城市区就是我现在站的位置，从这边整个延伸过去，法国区。而且几千年前，这边这个从这个门开始算起哦，1公里处是海呢。现在因为经过几千年、1000多年的那个变化，海都已经一直推，整个突尼斯有一半的城市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但我们这是重点。是这个门的后面，这个门的后面呢称为旧城市集哦，它是市集，而且它是阿拉伯区，而且它在多年前已经被联合国列为世界珍贵文化遗产之一，厉害了吧？来到新的城市就是要去它的市集，才会知道他们市井小民的生活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突尼西亚虽身处非洲，但建筑就是不一样。已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海之门，把这里切割成新城区和旧城区。新城区是法国殖民时期所留下的建筑物，有钟楼、咖啡厅和华丽的路灯；而另一面的旧城区则有浓浓的阿拉伯风味。藏身在里面的秘密景点马蒂娜市集，就是我们要疯狂瞎拼的好地方了。据说里面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，保证挖宝挖的手软呢。来到突尼西亚，来到市集了，一定要买什么纪念品。但是根据网络上的攻略，有三大特点一定要记得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取一个阿拉伯的名字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要打要杀价，就要从3折开始打，打到它骨折为止。第三个，如果你不满意它的价钱，转头就走，不要跟他啰嗦。如果他叫你回来，你就有机会。所以后面两项就进去以后再实践。第一项先取个名字，好，那我就取个穆罕默德阿拉法刚啊阿里巴拉巴拉巴，然后巴拉巴拉巴之类的。但是你可以叫我小刚，那就出发去买东西啦，走。琳琅满目，什么都有哎。你看在上面都是水烟，这种哇还有这种小的，但是好可爱哦。我想抽烟不好啦，而且在台湾。好像我知道抽水烟或水烟管很少很少，但是这个还是蛮特别的纪念品。你看它这边都蛮沙漠风情的，有没有骆驼？然后像是这个哦，这个也是，就只是贴个小玻璃这样子，但感觉就很闪亮，很阿拉伯风情。哦，你看像这边还有鞋子、杯子，哦，它这个很特别，好不好？出国就要带这种回去。很特别，但网络上攻略讲，突尼西亚有五大必买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现在看到其中一样，就是鸟笼，很精致哎。这个鸟笼，因为他们说一般你买回去，你不会拿来真的观鸟啦，就可能拿来当灯罩啊，拿来当装饰品啊，蛮特别的。问一下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10 dinars。10 dinars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候第二个攻略就要拿出来，太贵哦，太贵 ，too expensive。My friend， 哦 ，my friend，too expensive，handmade，not machine this one。哦 ，really？ Yes， not machine。他说全部都用手工做的 ，good price。10 dinars等于200块，其实不贵。不管，太贵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好了，这种小的，这种 ，how much this one？ This one 7 dinars。7。Oh my god！ 哎，差这么多哎，你看，差这。This and that difficult. This big. Understand？ 少来，哪有说小的比较难做？这个就要7块钱，这个才10块钱呢。
阿拉伯鸟笼是图尼西亚最有名的工艺品，由橄榄木头制成，但功能不是在养鸟，而是被当作投递信件的信箱。这家店各式各样的精美手工艺品让我看着心痒痒啊，好想拜下去。不过虾拼第一法则就是不要急，因为这市场非常大，越到后面越有更大的 surprise 哦。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，观众朋友，来来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挂满满的，像这种一个一个盘子，好漂亮哦。这个它这个很漂亮哎，有没有？然后很特别，有沙漠风景。但是它这个有大有小，你看小的像这种，有没有？像这种的，很好看的。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好在吗？在吗？在吗？没事。只要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吗？那你自己做的、啊？那这是什么材质？是汉文的汉字。哦，铜哦，果然是铜，因为声音就是铜的声音。那这个上面的花纹全部都是你自己刻的吗？这是木工的。哦，很漂亮哎。然后它原本是像这样子平面的，然后刻敲成这个样子。这怎么敲啊？中间是你自己刻的。你看它工具，它中间是用这个刻的。你们看它这个，很像那个钉子大头钉一样，然后就这样刻。真的假的啦？老板说只要用简单的钉子和铁锤，客人想要什么美丽图案，他都可以轻易敲打出来。英文、韩文甚至中文更是难不倒他，别吓唬我。这个一个多少钱？80元啊！10块啊！这个才10块钱，才200块台币。那这种小的多少钱？实际来一个绿的呢，绿的呢。两块啊！不是，2块才40块台币，哎，好便宜哦。那我觉得我们买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哦，这次来观众朋友很多纪念品可以拿的。这个很漂亮啊，我知道。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觉得要买这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等一下我告诉你原因。如果我买这个，你能不能在下面帮我刻字 ？Yes。OK。OK。刻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想刻什么？你知道？刻台湾，然后刻我们节目名字啊 ，Words Number One， 好不好 ？Words Number One。这个 OK 吗？刻这个。来在下面，来了，对，可以吗？哦，好给 ，Merci， 请。再把笔接。这漂亮铜盘也太便宜了吧！大的台币200元，小的也才40元台币，这么便宜又是手工做的，我怎么舍得狠心杀价了？这个看起来就很特别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海绵？这个是海绵？哦，所以是从地中海弄出来的海绵。莫名其妙就看到了，我跟你讲，来图尼斯必败第一名的海绵，因为你知道在全世界啊，产海绵的地方不多，地中海的海绵第一名，全世界第一名是希腊，第二名就是图尼西亚的海绵了。海绵是一种雌雄同体的无脊椎海洋生物，以地中海出产的海绵品质最好。由于产量少、品质优，所以地中海的海绵价格昂贵。潜水夫在深达20公尺的海底收割后，还要进行筛选、检测、清洗、晒干等40多道程序，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可以陈列贩售。这跟我们看到平常那个家里面买的那种海绵完全不一样，没有捏起来也不一样。它也不粗哦，不会粗的哦。哎，摸起来感觉好好玩哦。所以这个是专门洗澡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专门洗澡。哦，专门洗澡用的。我们有水吗？我们水吗？试试看哦，倒一点水，还蛮吸水的。然后来试试看哦，洗看。哦，好舒服哦，好滑哦，完全不会那种刮手啊，或让你觉得这个很硬很刺，完全不会。哎，这好舒服哦。我都擦，给你不等我擦，还你不玩玩，等我给你，我看你把手机慢慢慢慢舒服了。
这个连婴儿都可以使用，因为它真的这个质感啊，触感非常好，非常的柔软。而且我在想，它这个有一点点去角质的功能了。海绵的凹凸面可以清洗皮肤上幼细污垢，去角质，并且刺激人体穴位，加速血液循环。既然这里的海绵品质是全世界数一数二，那就拜了吧。但是要买一定要杀价，怎么杀就看我阿刚雪特放大绝招，杀你个片甲不留。这个这样多少钱？35.35。我差点把这个砸到他脸上，这个要35块。这个这么小一块，那这个呢？就这种大的，好吗？40块啊！40块，800块，40块是不是？15块，15块。No business, no business. Do we friends? We are friends. 20. No, 35, no 20. 30, democracy, 30.Not for me, and not for you. 我有一个，我讲 ，friend， 我有一个阿拉伯的名字，好不好？穆罕默德阿拉法刚阿里巴巴巴拉巴巴巴，我不会跟你乱砍价，好不好？25块 ，OK。OK。哦，真的吗？看到不？取个阿拉伯名字就是我的终极必杀技，学起来，保证让你们杀很大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还会。